有志愿者的辛勤付出，也欢迎和希望更多热心公益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志愿者团队。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具有20多年钢琴教学经验的原湖南师范学院金牌副教授 Nancy。 如果您一直有一个钢琴的梦想，却直到现在还未开始，那就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专为零基础朋友特制的小白钢琴弹唱训练营，愿圆您一个美丽的梦想。让我们一起快乐地学习音乐，学习钢琴，学习唱歌，体验钢琴弹唱带来的身心愉悦，解除疫情带来的烦恼，让琴声和歌声伴随我们走向幸福愉快的明天。有请 Nancy 教授。好，大家好，又在周五这个美妙的时间里面啊，大家是下了班匆匆忙忙的，能够在这样的我说的这个灯可能太亮了，我们还是这样就好了，可能这样子看得清楚啊，非常非常的开心，又在这样的一个周末接近周末的时间，大家抽出百忙之中抽出这么宝贵的时间来守候到我们的每周星期五6点半的钢琴弹唱的这个课程中来啊。Nancy 在这里特别开心，首先是再次感谢我们中心所有的志愿者工作者们，他们的辛勤的耕耘给我们每次都做得这么好啊。林东你好啊，对不对，就是给我们大家呢铺垫了这么好的平台，给我们请了那么多专家老师啊，最辛苦的都是台前幕后的我们这些辛苦的义工们啊，这些志愿者们啊，包括李主席啊、金刚啊、还有鸟呀、还有我知道的还有燕南飞啊，还有很多很多，我现在都不知道这个名字啊，但是我知道大家的都在努力的耕耘着，为这个所有的社区的朋友们，我们华人的社区朋友们都在做一份自己能做的贡献。所以呢 Nancy 也是非常荣幸的，很愿意跟大家一起来，在这样的疫情过程中呢，我们手牵的手心连的心一起来共度这个难关，所以用音乐，美妙的音乐来让我们走出这个我们想的心情不愉悦，不管您是工作上的紧张还是生活上的紧张，总之在这一刻，希望我的音乐，希望我的钢琴的这个弹唱课呢，能给你带来，第一是圆你的儿时的钢琴的梦想，同时也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个轻松愉快片刻的时间。好，那我们现在回到正题啊，每次我们都会，现在大家已经跟着我的这个课已经进入到了左手右手五线谱的知识啊，大家已经开始觉得还不错啊，我感觉上大家的热度哈、我在群里面包括大家跟我的互动，我都感觉到大家已经慢慢的觉得钢琴不是你想象的这么高不可攀，原来可能觉得离你很遥远，现在其实没有那么遥远，对吧，其实就是一点点点滴滴的努力积累的结果。所以其实所有的乐器啊，大家其实就要花时间啊和用心。上一节课啊，我们已经学到了五线谱，我们每次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系统里面来。刚开始呢是大家知道我们坐姿五线谱啊，我的课程呢其实是按照所有的钢琴老师其实的进门的那一块的入门其实都是差不多的，但是关键是我们能不能把它很复杂的事情简单化，能够很清晰而明了的去把这些知识应用到我们的双手上，也就是实践理论要什么样联系到我们的实践上。钢琴是一个理论跟实践相结合的一个音乐，又称之为音乐，又称为艺术，还是一门科学，同时它也是一个见脑见手见心的一个非常好的，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娱乐哈。那么来，我们继续每次因为我相信每节课啊都会有小白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那我就每次都会把大概的情况用一两分钟，大家其实啊学钢琴就是一个不断的复习，不断的什么温故而知新的过程啊，这温故而知新就是你不断的去把前面的巩固
才会把你的这个知识不断的从脑子心里面都在印在你的心里面，就是说而不是靠眼睛，单纯的靠眼睛，眼耳鼻啊，甚至我们的嘴巴，还有我们的什么心，还有我们的手，下次还有脚，都会用上，是个全方位全方位的啊。那么坐姿大家一定要记住，还记不记得啊？稍微的回应一下，坐姿我们要做多少呢？谁来回答我一下？三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对，三分之一二分之一都是可以的，都有一个允许的范围啊。那我们放远一点，你看，那么还有一个最关键点，我们每次在坐姿的时候，第一是找到你的什么钢琴的中线，对吧？中线就是这个七组八十八个音键，黑的白的加起来是八十八个琴键，钢琴不管你是什么钢琴啊，但是总体来说就是什么，就是八十八个键，黑的白的。那还问一个我教过的问题，大家看看还记不记得国际标准音是什么？我每节课都会给大家复习一下。国际标准音，大家还记得吗？不记得了。好，那我们再这样子啊，在准备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那么我们再来把所有的音名来复习一遍，大家还记得我们所有的哆瑞咪发嗦拉提哆。对了，我刚刚看到有一个，哎，林东说是 F， no mistake， 林东回答错了，但是有一个小白回答正确了，是国际标准音的 A， 对，是拉。哎，对了，记住啊，你就说是准确的讲啊，大家要记住是 A 啊 ，A 是 A。嗯，小字一组的 A， 大家记住啊，是小字一组的 A。嗯，好，我今天晚上会发一篇文章给大家，因为我已经编辑好了。是关于讲五线谱跟钢琴的这个对应。隔一段时间我就会啊找一些文章来帮助我们来理解钢琴和五线谱啊。目前我们都在做自己钢琴路上，我们都是在做自己的一个基础啊。那么基础虽然是基础，但是要专业而什么坚实。所以 A 啊，小字一组的 A 是在什么中央 C 的右边的那个拉啊 ，A 啊，小字一组的 A 啊，这个每次我都会冒出一个我教过的知识点，哎，看看大家能不能够记住或者是复习一下，因为经常会忘记，你要是不是去复习的话啊。好，第二个呢就做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的这个钢琴。第三就是我们的手型啊，手型是时刻放松在弹之前啊。每一个人我们相信我们的志愿者中心啊，我发现很多朋友就是很多的爱好，我特别开心，就是大家是第一有激情有热情啊，爱好中间大家又喜欢跳舞，还有喜欢这个弹钢琴啊，还有喜欢各种活动啊。那么我知道牛嫂还是一个豫剧的还是什么戏曲方面的专家。那么在我们每一个艺术类别里面，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台风啊，我们表演的时候都有个台风，所以说你的每个姿势都关系到你后面的一个习惯问题。所以双手自然的放在双腿之上，让我们准备弹琴之后，哎，把你的情绪调起来啊。我们吸气的时候，哎，把双手，你看准备弹一个曲子啊，我们现在弹一个小小的曲子，你看，哎，你看，把手放上来，对，自然的啊。再加一下，因为我们今天是有小白的，所以每次我都会稍微把前面的知识点呢溜一遍啊。手型时刻记住是什么，是圆的，是球形状。然后呢手中间部分感觉上要握着一个球形的，大概橘子那么大的一个球物啊，空心的。还有一个关键点，我去讲一些每些关键点，我们触键的方式记住，触键的方式看到我的每个手指头的第一关节，哎，这个叫第一关节。钢琴弹奏的时候，我们的手指只是分成完成的第一关节、第二关节，这个大关节。所以其实我们的手指是三个关节组成的，三个关节。我们在点的时候注意，你看，如果你们在家里有空的话呢，我也建议大家可以把自己家里的钢琴啊，大部分的家庭呢可能就不是我这个三角钢琴啊，那么你是绿式钢琴的话，是可以把什么呢，把后面的盖子上面高一点盖子打开，上面就有一个什么，有锤子啊。那么三角钢琴后面有一个锤子，那个锤子在敲在琴弦上，这是它的钢琴上。那么我们的手在弹琴的时候是什么，
大家看一下啊、哦，每次我都会讲一下，你看是这样敲击的，把它放镜头慢一点，就是这样敲击。大家记住，我们钢琴弹奏的时候是敲击状，是我们的手指尖，所以钢琴称之为指尖芭蕾啊。你看这样啊，像芭蕾舞演员呢，啊，踮起脚尖的指尖芭蕾哈。对，啊，是这样，所以千万不要，千万不要怎么样？对，不要这样啊，请大家看一下啊，这样是什么？是用了这个指尖面儿在弹，那不是这样啊，这是摸的感觉，大家看一下啊，是这样摸，所以我们是这样，记住。所以如果用英文单词是 lock 敲啊，而不是 touch 啊，这样子啊 ，apply 这种抹的不是，是的，是的。好，还有一个点就是这个关节是要动用到大关节来指令大关节来，哎，是这样子的啊，每个哎敲击状。注意了啊，敲击状。所以如果你要是用这个手的面弹，很容易是没有力气的。那你会动用什么手腕？我说过不能用手腕上下移动啊。很多人弹琴的时候，好，这个我今天要讲到，也许大家练了一段时间，因为我看不到大家弹奏的样子，所以你们只能够，我能想象到，把我教过那么多年的教学经验中所有的我的案例中出现最多的问题拿出来告诉大家，最容易多的就是这个问题啊，用这个地方弹琴啊、哦，哎呀，这样子啊，我们叫什么？用手在压琴哈、啊，压琴这个是错的。所以不管你是学过一段时间，还是刚刚开始学，那么一开始就要杜绝这个压琴啊，压琴用手腕在压。所以其实那弹琴的时候啊，我们是从左边，哎，手腕是没有怎么动，而是动哪一块？前面这一块啊，手指尖。你看一下啊，对吧？好，再看一次错误的方法呢？错误的方法是会经常这样的。看懂了吗？哎，这个重要。所以今天我想到了一个核心的容易犯错误的问题啊。第二，今天再来，每次进入一个新课题的时候，我们来总结前面我们学到哪里来了呢？嗯，好，你已经前面学到了，我们已经学到了这个，学到了这个五个指头的，从中央 C 开始，我们的课程已经学到了今天应该是第八节课哈，第七还是第八节课了。那么右手的五个手指头，右手的五个手指头呢是。哆来咪发嗦，学到了嗦五个音，再把音名一起来复习一下。音名是刚刚那个哆来咪发嗦是唱名，我说过弹唱，要把这个音的高度唱出来，所以弹唱哆来咪发嗦。那么今天的音名再复习一次，西西西西西西，对。我看到了啊，刚刚有人回答了，叫可能是温鱼哈，我看到他回答我是D D E F G。 好，注意了，那我们今天刚开始小白学的时候是从哪一个调开始学的，哪一个首位开始学的，大家告诉我 C 调。看我这段时间如果每节课都很认真听我讲课的人呢，就一定知道我们现在学到了哪里？首位是哪里？对吧？是。我现在把大拇指放在了中央 C 上，那么这个是一个什么首位 ？C 首位。Perfect， 好 ，C 首位也叫对。如果把它当成 C， 又当成哆来唱，那么肯定就是 C 大调 ，C 大调的 C 首位。记住了啊，所以现在我们目前学的是最 basically 的，就是最基础的调一定是从 C 大调开始。所有的音乐启蒙，不管是学什么样的音乐，学唱歌，是学声乐，还是学这个乐器，学小提琴 ，anyway， 首先是从 C 大调开始哈。C 大调的首位，记住，首位是指什么呢？是我们的右手 ，depend 你的大拇指。有人说请打开 Rose 的话筒，麻烦看一下啊，大家
李主席看一下啊，你们看一下，有 Rose 请求打开麦的哈，那么你们解一下麦哈。好，C， 我们现在以 C 大调的首位啊，把这个音名再复习一次 ，C D E F G， 这个是唱名啊，唱名加音名就把它哎全部把它返回来，很多人不行哦，从高到低，大家能不能够记在心里面呢？然后呢 ？B A G， 这是我们目前已经学完了这五个手指头和这五个音 ，C D E F G。好，还没到 A 哈。那么左手，大家来复习一下，我们学到了。左手是什么手位？看谁告诉我。我目前学的是什么手位？其实前面我没有跟大家把这个知识点抠出来，特意强调。但是我们学的左手是学的哪几个音呢？四个音。我们现在到目前跟着 Nancy 老师学的这个课程里面，系统的学到今天为止是九个音。右手的哆来咪发嗦，左手是哆提。哆提拉嗦，哆提拉嗦。英明跟我说一遍 ，Alice， 我没有看清楚是 Alice 还是，是 A 开头的哪个朋友啊？很快就闪了一下，他回答正确，但是，是一个 A 打头，我没有看清楚啊，是一个 A 打头的朋友，他回答的非常准确，但是我待会告诉大家。他回答的非常准确啊，那么大家左手看一下，左手是从中央 C 开始的 ，C， 然后 B A G， 拿 ，Do Di La Do， 反过来的，从中央 C 向左边，我们学的时候，我们用的小汤的教程呢，是跟其他的系统有点不同。有些钢琴系统一开始呢是全部都在从中央 C 向上走的，它没有向两边开，所以就不是同步啊。那我们现在是同步开始，从中央 C 两个大拇指在同一个键上，都在中央 C 啊。高音符号我也教过大家，高音符号是右手下加一线中央 C， 低音符号左手上加一线是中央 C， 所以。如果我们两个手同时开步的话呢，目前这个系统是都是把大拇指、哦、放在中央 C 上，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学的第七还是第八节课，我们学了九个音啊，大家把这个系统 review 一遍，右手刚刚说完了 C D E F G 五个音啊，左手是 Do Ti La So 四个音，是音名是什么呢？ C D A G， 好，那么唯一这个五指，左手的五指还没有学到，今天就会学到啊。今天学到这个音，大家想一想是什么呢 ？Do Ti La So， 这是什么？是什么？发，对吗？是发。那么是发的话，那音名是什么呢？音名是 A。走，我们看一下这一段时间左手学的。首位刚刚有一个 A 打头的朋友啊，我们的小伙伴，他就回答得很准确啊。我忘了 A 什么，是跟闪得太快了啊，就是 A L 开头的这个朋友，他准确的回答了我这个首位是什么？快点说，快点说，谁能回答我？他说对了，但是其他人有没有回答我是什么首位？就是 A 首位，请听搞清楚了啊、哦！我今天告诉大家，左手跟右手的首位，对了，林哥说的。是 F 首位，记住左手的首位是决定在小拇指上 ，pinky 在这个位置上，右手的首位决定权在哪里，在大拇指上，记住哦，右手的首位是这个大拇指，左手的首位是小拇指，这个是一个 rule， 大家要记住啊。所以你看我的手如果放在这儿 C 上，那就是 C 首位，如果我的左手小拇指放在了 F 上面，就是 F 首位。放在了 C 上，就是 C 所谓，是这里啊，左手是这个，右手是这个。
好，那么我们上一周，大家已经知道了，上一周我们的是重点是什么呢？上一周我们的重点是多少页啊？大家还记得吗？复习一下啊，是三十，上次是33和34，对吗？33和34，好吧，33、34啊。那么大家在看我弹一遍之后，我就要教今天的新作业呢，是左手看一下啊，是35和36。35、36是今天的一个重点。那么在弹之前，我先把35和36再跟大家复习一遍，然后接着啊，上次是三十，我没有记错吧？上次我记得我是三十三、三十四，好的，33、34，对对对，33、34。好，我们现在把33、34再看我演奏一次。那么在我演奏的时候，请所有在座的朋友你们如果是最好对了，我现在这次再提醒一次，最好上我的课呢，你准备一个 iPad 一个手机，再准备一个手机，这样就可以帮我们回，就是我的作业那块给它拍下来。因为中心的这个工作人员他们比较忙和辛苦，他们要整个的录像打包给大家的时候会隔了好几天，如果等不及，你们就没有时间来这个回课。那么我们在座的有谁，大家来承担这个志愿者，或者是说我们帮助我们这个群里面的朋友们录一下我刚才这个作业，放到群里面就好了。好，每次把上一节课的作业录一遍，然后呢我会教新的时候你们再录一遍，就基本上 OK 了，我相信是没有太大的问题。我现在把33和34弹奏，接着我们教新的作业是35和36，大家记住了啊。好，那么我们现在来一次，大家做好准备，你们准备一下录一下我的作业，33和34，等我一下啊。好，这样子就比较容易了啊。我会把大家的这个现在记住了，我们现在学的主要是C 首位啊 ，C 大调 C 首位，把这些我们现在都把它串起来啊，串起来。好，我们看一下，我先找到位置。对，好的，把这个我要调好啊，这样你们就能看到这个，我要调到你们适合的位置上，能录到这个位置，又看到我的手，还能看到谱子，哎，这样就比较好一点，但是有点歪。好 ，OK， 好的，好，这样子应该可以了啊。你们最好就告诉我一下歪了没歪啊，向左还是向右，这样比较正了吧？好的 ，OK， 看一下啊。歪了没有？主要是看我的两个手在不在。好，还要低一点，这部分还要低一点，可以吗？再往右边来一点，不是，再往左边来一点，等于说是左边。好，等一下，这样就好一点，往后推一点吧。这样。再往左边一点。不是，您这个您的左手看不太清楚，主要是给的少。哎，这样好了，这个角度可以。那我知道了，把这个这样子一过来一点就明白了。哦，懂了。好，这样对吗？两个手都看到了吗？两个手都看到了。好的。好，请大家把作业准备好，33页啊。在弹之前，双手呢自然的放在两腿之上，我们可以默数啊，33页。好，默数一下啊。默数的时候呢，我们就把双手放在腿上，可以数默数四拍，看我的手怎么起来的啊。1、2、3、4，你看，把手放到手心。那么现在是 C 首位，右手在这里啊。好，我们开始了。这个曲子是正好这五个音都有啊。哆、二、咪、
冬，二，三，四，二，咪，冬，二，三，四，二，咪，冬，冬，咪，嗦，咪，冬，二，三，最后一行。二三四，二咪哆，二三四，二咪哆哆哆哆，二咪哆哆，二三四。好，注意啊！我上节课特意讲到了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是一个特别困难的位置。所以大家可能在底下就要多花一点时间练。好，左右左右，这个动作是一个协调的动作，两个手换的比较勤快。每次换，刚开始练的时候就这个问题啊，每个曲子都有一个难点哈，一个难点。好，那么这是33条，大家翻到34条。34条呢是一个以左手为主旋律的曲子。所有的曲子的主干旋律呢以左手为主，这是它的一大特点。34条还有一个重点呢，就是它的节奏很 special 的，是一个三拍子的节奏。那我们在座的朋友们呢，大家都喜欢音乐，肯定至少我知道牛少是喜欢跳舞啊，喜欢唱戏啊，还喜欢弹琴啊， anyway， 那么这些跟英语艺术有关的呢都跟节奏有关。那么节奏里面分成什么样的节奏，大家应该啊跟着我们的琴啊，跟着我们的旋律它是相通的。音乐里面有4/3, 4/4, 4/2是吧，8/3, 8/6是吧，有这么多的拍节。那么4/3拍是这个曲子的一大特点。4/3拍大家要记住它的一个弹奏的演奏技巧啊，我们讲的演奏技巧上面它手拍要重一点。也就是我们经常跳舞的时候呀，听到音乐的时候是蹦蹦啊，这是典型的4/3拍。那我们今天呢，这个 roll 这个34页的左手，以左手音为主，它的手位刚刚讲过了，我们现在目前学的是 F 手位。F 所谓的左手的小拇指是对准了 F， 右手的大拇指对准了中央 C。 好，那么重点的音是复习的第四个指头 Do Ti La So， 这个是个 So 啊。好，我们做好准备了啊。好的，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啊，这是单独，又有左又有右。哆二三，哆二三，哆二拉提二三，提拉提哆来二三四五六，提提提嗦二三，哆提拉嗦二。3 4 5 6。好，这个曲子里也有一个新的点，大家还记得这根小连线叫什么呀？小连线，这个小连线连就是连音、这个、本来对这个小连音它有个很特别的，因为平时的连线呢是跟它的连线不同，这个连线请大家记住它的英文单词啊、我们叫小连线。这个小连线它有个英文单词叫 tie， 就是我们的领带、啊、领带的那个单词啊 tie。 那么这个 tie 呢大家要仔细的稍微记住一下，它很特别，是因为两个相同的音。我再说一遍， tie 的结果是啊，知识点是当你看到一个小连线在两个完全相同的音之间打上连线，那么就形成了 tie。那么这个 tie 呢是意思是相同的音他们只弹一次，可是他们的时值相加，就是三拍
再加一个三拍，所以 totally 呢是一个六拍啊，这个地方是六拍啊，不要弹两个三拍，如果没有这个连线你就要弹两次 re 二三，再弹一个 re 二三，结尾呢是 so 二三三 so 二三，如果没有这拍的话，现在这两个点呢都是打了连线，所以我们就是 re 二三四五六，好，这个 so 也是 so 二三四五六，数六拍，加起来就是他们的拍数加起来只弹一次。好，这是我们上节课学的两个重点。好了，我只学新谱，大家看到我们的新谱可以拍一下照片。这次我们的新谱呢是三十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等我一下，这样拍比较可能会比较清楚一点，看得见吗？等一下啊，好，看得见吗？看得见。好，拍好了吗？我数一二三四。拍好了。好，三十五啊，好，再拍一个三十六。刚刚那个是三十五，现在我们再拍一个。三十六，请大家翻到三十六。如果大家拍好的，愿意分享的啊，我们这里有学习委员会和，就是给我们发到群里面去啊。今天的作业，好的，三十六页 ，OK 了吗 ？OK 了。好，那我们现在开始交作业了啊。那么三十五页，我们先来看我说过的。学钢琴千万不可以着急，首先是怎么样阅读，第一步啊 ，one step 就是第一个 step 就是你要阅读啊。那么阅读的目的是要把这些重点的知识点把它给抠出来。那么今天呢，我们最难的部分，我首先啊，先把它容易做的事情大家分析啊，看一下这个曲子。首先呢，我们要看这里。啊，这个位置叫什么拍号啊，这个拍号呢决定了我们的拍子的强弱的关系啊，四分之四拍是以四分音符为一拍，每一个小节啊，这叫每一个小节是四拍啊，每一小节四拍，大家记住了，是四拍的重心呢是强弱，强弱，对，然后第三拍呢叫次强弱，第四拍就是弱，对，叫强弱次强弱，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蹦蹦，好，那么就是第一个是非常重的一拍，我们用重拍强，然后呢弱很轻的，然后这个呢可以说这个强度，第三拍的强度是一半，就是没有第一拍那么强，它一半强一半弱的感觉，所以又是一个弱。所以听到我们听到鼓声肯定是蹦擦蹦啊蹦擦蹦啊蹦擦蹦啊，大家听说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啊。那么也就是它的唯一，那也就是说有了这个感觉，大家弹琴的时候知道在哪个拍上弹的最重呢？第一拍，每一个小节的第一拍啊。你看我这打了一个非常重音记号，就是言下之意，你的潜意识里面啊，你的感觉里面，你的乐感里面，要把这个每一个第一拍强化，不管它在右手还是在左手，你都要强化它，这四拍，这是第一个知识点。第二个点呢，这个曲子啊，它是会比较难了。从现在开始啊，大家已经进入到一个比较正统的、比较系统的练习了，因为它的左右手都比较均衡啊，左右手都有啊，就不会像你前面那样。四分音符、二分音符、附点二分音符，还有什么全音符，所以我们学过的四种音符啊，都在这首曲子里完全的融合在一起了。也就是说从这个曲子开始啊，我们是怎么样，是全方位的把前面所有的课程学的知识点和技术技巧以及所有的什么这个音符啊，各种技巧全部
全部融合在这个曲子里，所以这个曲子是一个新的挑战，也对大家是一个新的起点啊，说明你弹完这个曲子你的程度啊跃然而飞，就是一下子就跃级到一个比较高的 level 了。为什么呢？哎，你的手的协调能力就马上上来了啊，左右都有，左右都有拍子，我们刚刚说了四种音符都有。好，那么还有一个在第三个知识点是呢，有没有新的知识点？好，我们刚刚分析了啊， reading 的时候就是要把这些东西抠出来。现在第三个步骤是找新知识点，那么新的知识点在这儿。这个曲子的重点是学了刚刚我们说还没有到上节课我们学了左手的哆提拉嗦，还是到第四个音，还没有到第五音。这个曲子里面看到这个位置啊，这是一个新的知识点，在第二行的这个位置上啊。为什么呢？这很特别的，有那个新的，你看到没有，两个音符挨着一块儿的，对，这两个音符一块儿，那么就肯定是说明有两个指头，这两个指头一个是什么呢？右手啊，高音谱号，这个叫什么？唱什么呢？发，唱什么？发，发，对了，好，听一个发啊 ，F 就是右手的 F， 还有一个呢，这个第一个 第二根线唱 ，so， 发后面就是什么 ？so， 发跟 so 对，挨在一块儿啊，挨在一块儿这两个。发嗦啊，但是它挨在一块儿，表示他们要一起弹。所以从这一节开始，你们有新的突破。为什么说你们突然什么更上一层楼了？原因是哇，你们本来是一个指头一个手弹，现在我们开始什么呢？两个指头了，两个指头啊，两个小指头，这两个特别辛苦啊。刚开始学大家都学不好的，所以要练很久。这两个指头是最笨的，我们讲的。通常学钢琴初学者都会说这两个指头是 stupid， 就是最笨的两个指头，特别笨，因为它不好控制，因为这两个音啊，用一个长一个短，所以你要弯着。也就是说，这个无名指要迁就这个小拇指啊。大家可以试一下啊，大家可以在你的桌子上，如果你没有琴，也可以 try 一下，四指五指一起下去，四指五指一起下去啊。那么这是两个指头一块的。而且他们两个都是什么呢？全音符 whole note， 也就是说我们弹下去就是什么？就是四拍啊。我们来看一下啊，一起来一下。那么唱的时候到底唱下面这个，唱上面那个呢？提醒大家，唱的时候是唱上面的旋律音，下面的呢一般都是和弦音，所以唱上面那个音啊，上面那个音 ，so 啊，对，唱 so 而不是唱发啊，大家听。听到的也是在你的脑子是搜二三四，好的，再来看一下左手，左手这个地方啊非常的特别，左手的这个音呢，一个拉是 A 啊，左手的 A 和 G 是四指的搜，拉跟搜啊，这个搜跟下面这个搜，我们刚刚上节课学过，这叫什么叫太，对吧？嗨，那么这个 so 在这里是几拍呢？是两拍，两拍跟这个后面的四拍连在一块 ，total 呢是六拍，六个 beat 啊，六个 beat。好，那么这两个手的协调是怎么做啊？大家可以把两个手对着镜头，先不要在琴上做，你先把这个协调给它做好了啊。你看左手的第三指弹这个拉，数两拍啊，拉。拉拉，对吧？拉二，数两拍啊，拉二，走二，不要动，保持在这里。数完两拍，保持在这里的，这个时候那个右手的两个指头就进来了，走二三四，哎，两个手一起离开。再看一遍啊，左手三指拍了。拉二，嗦二，嗦二四，好，看懂了吗？啊，来，顺序是左二，左二，右二三四，双手离开，看懂了吗？看懂了啊，看懂了啊，我再来一次，这个最难的地方，最难的地方啊，拉二，
二，收二三四，双手离开。啊，左手两拍，再来两拍，再把右手的音加上去。这个左手这个音不要动，停在上面，因为这个地方是怎么样 ？Tie 意思要，他意思要 hold 到这个四拍完了，跟他同时结束。所以这个曲子是在这里是特别困难的一个新点啊、哦、啊，这两个都是一个挑战，对你们来说是一个 challenge。好，那我们现在看着谱子来唱一遍就好了。啊，两个手啊打一打拍子，哎，你就在这里跟我一起敲就好了啊。你看 ，mi so 啊，我们唱一遍啊，你就打在腿上也好，打在你的这个跟着我的镜头啊，左就左，右就右，就基本上把这个谱子唱出来了啊。给一个音给你们 ，mi mi so 啊，来看啊，嗯，唱谱非常非常重要啊，来 ，mi so la do 二三 re 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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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三四第二行 ，mi so 很多人不认。这是这个音啊 ，mi so la do do la so， 最后一行，最后一行啊，最后一行看得到啊，仍然是这样的啊 ，mi so la do 二三 re 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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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mi 二三。四，哆，二，三，咪，来，二，咪，二，哆，二，三，四，哆，二，三，四。好，注意了啊，这个尾的这两个都是中音，但是一个是在高音谱上的下加一线的，这个是右手的 right hand， 好，左手这个叫 left hand， 就是左手的意思啊，这个哆是右手，这个是左手。好。那么大家应该懂我的意思了，可是呢你要真正认下来必须是每节课跟着我来，而且每节课都做了课后练习，就是你练习了你才能够跟着上我的进度。因为钢琴呢所有的乐器吧，不光是钢琴，只要你不练你就没办法跟得上，不像别的啊，别的什么英文我突击啊，我昨天晚上知道今天老师要教课了，明天昨天晚上加夜班来复习一下，把它背下来，我第二天还能够怎么样，我还能够啊，我还能够跟得上。 No， 实践课是绝对做不到这一点的啊，实践课是绝对做不到这一点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练习才能够完成我的作业，这个是大家不能偷懒的，如果你偷懒呢肯定是完不成作业的，跟不上我的进度啊。好了，我们现在开始，我要把这个课弹一遍给大家，还因为还有一条曲子啊。好的，来，准备好了，这条我要弹给大家听，准备好录像哦，你们看一下啊，因为这个作业最好是大家拍一下，因为作业拍的话你们就回家练的时候有对照，主要是看我的手啊。要是看不清楚的话，我的手的位置不对就要提醒我一下啊。看得到双手吗？看得到，看得到。好的，我们开始了啊。咪嗦啦哆，来咪咪咪二，咪二三四，咪嗦啦哆，哆啦嗦。二三四，咪嗦啦哆，来咪咪咪二咪三四，嗦咪二咪二哆二三四哆二三四。好了，这是我们今天的35条。接着我们翻过去看36页，36条啊，正好啊，
36比35要容易，大家可以不一定按顺序来啊。虽然这个页面是35，虽然这个是36，大家应该先谈36，绝对容易一些啊，因为36页这个音啊，这个谱子短啊。好，36页的难点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新的，唯一的知识点呢，就是这个新的 F 第五个指头，左手的第五个指头是发发，所以我们准确的说，这首曲子以后在标的时候是这样的，这个 R 在我们经常的专业术语，我们就不会把它全部写下来。R 表示什么呢？是 right 右手的意思，就是缩写啊 ，capital R 就是大写的 R， 那么就是经常我们说的是 right， 就是右边的意思啊。那么 R H 就是什么呢？表示右手啊 ，right hand 就是右手的意思啊，这是缩写，大家会经常明白我的术语，学多了我就会知道。R L 是什么意思啊？是右手是什么？我们讲的是什么？刚刚讲了 C 手位的，所以我们就可以 C 啊。右手是 R H， 就是 right hand and C 手位 position 啊 position。好了，左手呢，我们刚刚说了，目前因为大拇指对着的是中央 C， 所以形成了我们现在的。这个手位叫什么呢？左手我们写在这儿 LH 就是什么 left hand left hand、哦、left hand 是什么手位？刚刚大家已经说 H 什么手位？快说 F 什么手位？ F what position？ F 对了 F 手位目前、哦、只要我们的大拇指只要我们的大拇指是对着的都是放在中央 C 上，那么这样的一对手位，一对手位一定是 C and F 啊 ，F position F。好，所以好，那我们今天呢，重点是学这个新的，这个是发，右手已经学过了啊，所以这里面只有四个是新学的 F。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就是这个发，其他的都是前面学过的啊。右手很简单，这个曲子编的时候为了让你呢把这个 F 对称啊，但是右手这个曲子里没有到嗦，只是左手有这几个音啊，右手正好到嗦，还没有到嗦，因为嗦已经学过了，学过了上面几节课学过了，所以我们可以先学这首，再这次你顺序是先学36再学35是最棒的，这个顺序是更好的啊。好，那我们这个曲子再 reading 一下，它呢右手这个曲子的特点是比较容易，是它都是四分音符为主啊，四分音符为主，黑的啊，四分音符和二分就两种音符，四分的和二分的。那么四分的它比较难的地方在哪儿呢？是因为它只有一拍，所以弹起来会难，对你们来说难在哪？一拍你就没有时间想啊，啊，时间不够你拖长啊，就要反应的比较快啊。如果是个全音符的话，四拍你可以想啊想想下一个音是什么，是吧？所以四分音符难就难在它的拍子短，所以你要马上要看下一个，这就是你要熟练程度要好啊。所以弹四分音符对你们来说最能够。检查或者是老师一看你练不练琴就知道，四分音符的曲子是需要花时间练，要不然你反应不过来，因为它密度特别大啊，密度特别大，只有一拍一个。嗯，好，来我们看一下，右手就右手，左手左手啊。发，发，找准一个音发啊。发发 ，re re do do， 好，左手了。啦啦发啦哆发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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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发发 re re 哆哆左手了啦啦，把你们写一下这个指法啊，发啦哆 re 啦发发。好，这个曲子其实难度不高，
正谱上不难的，因为左手也很少音，左手就是一个发，是一个兴奋音啊，发拉发拉啊，以发拉为主啊，左手就是两个音，左手就两个音，一个 F 一个 A 啊，没有别的音了。好，我们先来把这个曲子从头至尾练一遍啊、哦！大家准备好录音啊，录像，把这个作业，以后都是把作业就录个小短短的一分钟两分钟啊，短短的一分钟两分钟。好的啊，注意看我的手啊，看得到双手吗？告诉我一下。再往上面走一点点，再多看一点手，能看得到，再往上头走一点点。好，哎，是好，好的，好，就可以了啊。准备好，大家准备好了吗？啊，好，准备好了。我数一个四拍啊，嗯，一、二、三、四。来来，走走啦啦。啦啦哆发瑞瑞瑞二，发发瑞瑞哆哆啦啦啦啦哆瑞啦啦啦二。好的，那我们今天的作业。就交到这里，又有复习了前面的作业，又学了新的作业，这样子大家把前面的指点再串起来，记住，从今天开始，我们已经学了右手的五个指头，左手的五个指头，总共十个音。那么我们的知识点是从哪里出发呢？是从中央脊这个位置啊，中央脊向两边扩展的。而首位是大家要特别记住的是右手移 C 大调 C 首位 C D E F G 啊，哆来咪发嗦。左手呢，大拇指对着中央 C， 首位的名字 depend 小拇指是 F 首位。我们目前学到的也是五个音，哆提拉嗦发。音名是 C B A G F。那么现在大家就要回家把这十个音、十个手指头都练得非常的熟和顺畅。那我们就学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进度了。好，那我们今天的新课就到这里。现在我们可以等过来，有什么问题可以问问题了啊？可以把大家的，哎，对了，老师，全音符是没有尾巴的哈？没有尾巴的，全音符就是一个空心的，一个 circle， 一个圆圈圈。左手是第五指才是 F， 如果是第四指就不是 F 吧？不是 F 调吧？他写的 LH 等于 F， 是一定要用第五个手指，对不对？如果没有用到第五，目前我们讲的首位，来，为什么叫这个首位？它有个名称呢？首位它是有讲究，首位是有一个标杆，是以什么为标准？左手的首位是 depend， 根据你的。小拇指来的位置来决定首位的名称啊，首位的名称是根据我摆在这里，这是什么首位啊？左手是小拇指来决定它的首位的名称，放在 F 上就是 F 首位，放在呢啊 G 上就是 G 首位。嗯，波浪符号是什么意思？大家刚刚看到波浪符号了吗？我看一下啊，啊，好棒啊！刚刚有人看到一个类似的 F， 好的，特别棒。等一下啊，我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他刚刚指的是这个符号，我看一下啊，给大家指过来。那他指的是这个对吗？嗯，对吧？
对，好的。有人提出问题是我最喜欢的，最喜欢的啊。好，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前面学过的五线谱里面的那个几四个音符，对吗？啊，四个音符，哎，看一下啊，对吧？对。有什么样的音符，就有什么样的休止符跟它对应。休止符就是停止的意思，休息和停止的意思。既然这个音啊，它可以唱四拍，那就有一个符号停四拍，有一个符号唱两拍，那就有一个符号对应的是什么？是停两拍。所以是那他刚刚看到的都是休止符号。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几个啊，我写在这个后面，大家看一下啊。对，嗯，我把它写在后面啊，大家就明白了这个休止符号这样子的啊。休止符，大家看一下啊，全休止符呢是在，我写下来大家看一下啊。等我一下啊。嗯，这样一下就明白了啊。这边是休止符。嗯，好，还有一个呢是啊附点二分音符。点。就说他。好，请大家，请大家呢把这个再拍一下好吗？哎，大家再看一下啊，这样子拍，拍好了吗？没有。好了。嗯，大家再拍一下啊，来，再数一、二、三、四，拍好了吗？拍好了。好，拍好了，我来解释一下啊，大家可以在旁边写上笔记，看一下这里，这里叫啊有杂音，请大家谁把那个杂音去一下啊。全音符，这全音符就是唱四拍，是空的，原唱四拍，就是这个唱四拍。这个呢，这个是在，你们写一下，我这里写不下了啊、哦。这个呢，这根线是第几根线啊？大家写一下，这根线呢是在第四根上啊，也就第四根线的下面啊，写啊。低音的第四根下面一个小黑框框一样的高，不管是高音还是低音的第四根线，不管是高音符号还是低音符号的第四根线，就是天花板的第三间、啊、我们不是有用间更好一点啊，用间，你们是在第三间，把第三间作为一个房间来看，把第三间当房间什么，就是第三间的天花板上有一个小出现，第三间的天花板上就是全休止符，大家可以记下笔记啊。第三间的上面是第四线，第三间的下面呢是第三线，对吧？所以是准确的讲，是第三间的天花板上有一个这样的粗的，就是全休止符。全休止符呢，表示的是整个一个小节休止。它不一定修四拍，在四三拍里就是四拍里修四拍，在六拍里修六拍，总之全休止符的意思是整个一个小节是停的，这叫全啊。好了，再看这个，一个空心的上面加个符杆，这是什么？叫二分音符，唱两拍。再看这里，对应的叫二分休止符。二分休止符顾名思义跟它对等的，所以就是停两拍。停两拍的意思是它的写法是在第，先大家看一下啊，第三间的下面，它这两个很容易混啊，大家不要搞混了啊。
一个是第四弦，一个是第三弦，但是他们两个都在第三间啊，位置很重要。好了，那么这个附点，附点的二分修符就跟附点音符一样，是在附点的休止，附点二分休止符的旁边加个点就行了，就变成附点休止符了。反正这个点的作用是一样的，点的作用是一样的啊。好，最后一个大家看一下这个，这个有点像倒着，像个山一样的反方向的一个山，像波浪线。那么这个啊，这个符号就是对应的，这个叫四分音符。那这叫什么呢？四分休止符。对了，四分休止符完全正确。啊，那么你们就把这个复习一下就好了。那个老师啊，哎，那像这个休止符是在高音和低音之间这个交错使用，是这个意思？高音符号休，高音符号和低音符号都一样，这个对，就交错使用和高音符号，它不会交错。我们看一下啊，大家看一下。整个小节我们弹琴的时候是双谱同时看左右手，左右手同时看，但是呢数拍子永远是单行线的。嗯，有一个音符，如果这个第一拍我们看右手，如果右手只有一拍，后面有三拍怎么办？它就要休止符来填满。右手只有第一拍，那后面就要插一个三拍的休止符。如果左手呢？对，左手的，对，休止符放在左右手上是单行来看的，反正他拍缺一拍就填一个休止符，缺两拍就填一个二分。现在听懂了吗？明白，听懂了。好的。我再请教一个问题啊，那是老师。一拍加两拍三拍，我可以再请教一个问题吗？可以。你看这个左手啊，左手这个从大拇指开始到这个无名指到小指是一二三四五，对不对？小指是发，但是它的小指这个小指这个号数字呢是五，这个老是搞混淆。我的意思怎么去记住它？你说。好的，很好很好。这个大家，这个是我要首先要跟大家讲清楚的是，你们现在是因为是一个小白，是从零开始，所以要把概念搞清楚。现在你看到的指法正好是属于巧合，指法的数字跟你唱的都简谱是一样的，嗯，右手这样的。可是只要，对，只要换一个调，只要换一个调就不一样了。嗯，那我们先以换一个调为基础吧。对，你们因为现在学的是 C 大调，正好 C 大调第一个音又是唱哆，哎，对，所以呢，你们应该是要打，因为大家为什么会有这个 confuse 的地方，正是因为大家之前学过简谱太深了。嗯，学简谱的人学五线谱呢会非常难，因为他的脑子里种下了简谱的那种。对，因为恰恰相反，一个完全的小白，既没有学过五线谱，也没有学过简谱的人，那就很容易了，因为他没有比较。那么学过简谱的人，他就是在这个脑子里面有很深的什么，很深的简谱，就等于反正一个婴儿他没有学过语言，你给他教中文他也会讲中文，你给他教英文他也讲英文，你给他教法语他讲法语，他讲什么，因为他没有，所以你种什么他就有什么。可是我们如果母语是中文，再学英文你是不是很难？嗯，对。谢谢。Nancy 老师，我问一个问题好吗？就是刚才是四分之四拍对吧？然后呢，每一小节是四拍，每一小节是四拍。第一个音，第一个音符要弹重一点，
第一个音符弹重点，后面几个稍微低一点。那么就是你能不能示范一下给我们看一下哈？强，把那个强。对呀、啊，第一个音重一点。对。对，你看啊，对，举个例子啊，弹哆来咪发，这四个音哆来咪发，好，哆这个哆咪，你看就不一样了吧？哦，好的好的。那 Nancy 老师，我还要问一个问题，比方说，不一样，比方说唱歌的话，还能表达出来。嗯，什么叫弹唱？一定因为你唱的时候是带感情的，一定要感情。对，那么是不是唱歌也是，看到那个四拍嘛？它不是四分之四拍，那个一个小节里面是四拍，那就唱歌的那个词要是在第一个音的话，那就唱重一点；第二个音的话就轻一点，对不对啊？还是一样的，对吧？还是这一样的那个规律，对吧？哦，好的，好的，谢谢。是的，就是我讲的，我给大家讲的乐理哦，大家不要误解为是一个纯粹的钢琴乐理，因为我讲的乐理知识是音乐的乐理知识，它是通用在所有的音乐里面的，不管你是什么，不管你是那么那个吹拉弹唱的任何东西。对，那么那个三拍的话。三拍的话，那就是等于第一个音就唱重一点，然后就唱轻一点，对吧？三拍唱歌也是一样，对吧？哦，好的，谢谢，懂了。对啊，太好了。那是老师啊。哆，你再听一下。哆，哆，对，哆，来就轻一点，再咪稍微重一点，再发轻一点 ，OK。再来一遍好吗？再弹一遍。人弹。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再弹一下。再听一下。看你的，你看一下。好。哆。对。大家不要有声音啊。哆。哆。对。啊，明显的第一个音重。嗯。啊，好的，好，谢谢。哎，那是老师啊，我一个这个想法，你看怎么样？我说。就是你看这个。三十四页这个划船，这个它有英文在上面，看不看就看能不能就是说弹着钢琴来唱歌呢？这个划船的这个当然可以了，对啊，当然可以了，那就跟着你一块唱。这个呢，如果你已经把手头的功夫搞定了，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做第二个层次，所以我现在不敢让要求大家，就是一步到位，又能弹还能唱。其实是我们哎，这个曲子达到一个最美的状态是，是你弹熟了的时候，你是可以唱柔对呀、啊、对呀、啊、明白，就是这个意思。看看像你说这个，看看能不能就是说有的人弹钢琴，有的人唱，先有人分开来唱和弹，然后慢慢交换嘛，对不对？弹的又唱，唱的又变弹，那不就可以的。好，这就是我，其实这是我教弹唱的一个核心的技术，就是你的这个最后实现到词就是弹唱嘛。是的，是的。但是关键是现在，对呀、啊。但是呢，关键是这个英文单词不是我的强项啊。如果这首歌它是不是所有的英文单词我都很熟，对不对？啊，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作业其实大家可以完成，你自己去把这个单词查清楚了就可以唱了呀。如果它是中文的，不就脱口而出咯？我看看找找有没有现成的，跟着人家一块唱，然后一边有人弹钢琴一边跟着唱的，然后就再交换嘛，有唱的弹，弹的又唱。是的，是可以的，只是说现在的，因为目前来讲，大部分的人呢，
花在这个上面的时间没有那么多。如果能拿到您刚才说的这个边弹边唱，一开始就能这个，是要花时间，你每天都要练一到两个小时才能做到的。就选一个最简单的英文歌。这个就已经很简单了，这个也很简单了。这是小孩子小朋友唱的歌，这个是。老师，应该是老师啊。那个您说的那个，你说吧。若那个是什么东西啊？我没太听懂。啊，英文歌词。这个、他说的是。他说的歌词。他说一句，我真的是我自己的小伙伴，你都不知道是啥。他说完了，我的跟他重复那个音，我非常。他说的是歌词。嗦嗦嗦嗦啦。我儿子帮他。嗦嗦嗦啦滴滴。今天不知道什么意思，明天回来三天以后，嗯，这叫语言提高的能力，等到我七岁打到最高中，那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呢？我问一个问题，南希老师。刚才你讲的那个四分之四拍是强弱，次强弱，对吧？但是如果那个节拍的这一个小节里头是四拍，对，它没有一个拍子，它是一个拍子就是一个音就是两拍或者是三拍的时候，那就一个错的就不会。我喜欢七岁打的，我大约到二十多、三十岁。非常棒。这个问题就是讲到你将来会遇到这样的曲子，它的开头。是不完全拍的，只有四拍，可是它只有两拍，所以它可能是在第三拍进来的，对吗？你是这个意思？可能是第三拍进来的，所以这个叫、啊、这个系统叫在音乐里叫不完全小节，就是不完整的小节。对，不完整小节呢，它的是在第三拍上起，这叫弱拍位置，所以叫弱起小节。小节的拍子的第一个音就不是重拍了，这样是非常好的一种类别。所以它只有啊，它只是它的重音是在下一个小节的第一个音上。哦 ，OK， 那就是如果是第三拍开始的，就是第三拍的次强音。嗯、对，拍的开头的话，那就是弱音。然后OK， 谢谢你。好的，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谢谢老师啦。没有啦，南希老师，谢谢老师。谢谢南希老师，南希好美呀、啊！谢谢。拜拜，下周见。拜拜，周末快乐。拜拜拜拜，周末快乐。拜拜。